但这个局布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一直没有拼起来，原来最后面的一块版图是你啊。我放了这画面可以吧？我放了画面，然后稍微聊一下，这个是安全的。那等一下如果一有什么问题，我马上按进入大厅，不就夺住了吗？不用怕，我先把画面放出来。聊天不是坏事，聊天不是坏事，坏事是那个聊不完的天。有时候沉迷游戏了，不好聊了。最近确实有些东西比较可以聊一下。你们要珍惜一些真的心态好的实况组，不是每一个实况组真的都能够每天去给大家攻击的。实况组最常有的病就是忧郁症，真的很多。我觉得你不能够用心态不好还来当实况组这件事情来说嘴。没有人生下来是要给人家喷的，你能懂吗？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或者什么善类，可是你这个说法我不能认同。实况组最主要的不是心态好吧，最主要的是要被大家喜欢吧，被大家喜欢了我才会有流量啊，大家才会来看我啊，你们才会愿意待在我的这里，然后愿意抖那钱给我啊什么的，不是吗？还是我认知的这个不是实况组该做的？实况组是我觉得是要想办法讨到大家的喜欢吧。五个月前小健的发言我看一下，他们 IG 昨天打海底捞大和解啊，不是吗？哎呀，反正还是那样嘛，表面兄弟嘛，对不对？大和解，表面兄弟。但我觉得小健是很早就知道了很多东西，可是没有让我知道，我是真的没发现，还是视而不见？也有可能是我在装傻，干我什么都知道啊，然后我超聪明，我等着他们爆炸。我们是表面兄弟吗？我们连表面兄弟可能都做不上啊，海底捞吃了还没有我嘞。下次真的要找我啦，找我我会去吃饭，吃饭我很好约啊。我早上的时候是有蜜老皮跟他道个歉，没有，我本来就这样啊，啊，我觉得不对的就赶紧先去道个歉，我觉得对的我他妈就踩着死死的啊，他人不是都这样吗？昨天那个情况我先去道个歉啊，也没什么，人家都愿意过来调解，第一件事情不就是先蜜三个人跟老皮吗？不是早上起来，我早上都还没睡，我阅读重到快中午哦，傻哦！我后来不是早上关台了吗？因为昨天很多很多很多观众密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实况组本来就会有这情况，有很多是要爆八卦给我的啊，然后有一些是在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的。有一个厂商可能是因为守护德比被感动到，然后他来说他是哪一个是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很怪，会不会其实有问题的是豆豆？我刚才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全部所有我有发生过事情到现在所有的人都跟阿豆有关，我叫他一下，太奇怪了，我越想越怪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然后你坐在这个位置，对，你现在先坐在这里。 我必须在这边很认真的问你几个问题。这么刺激的吗？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些事，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啊，那个时间点我跟 KC 的关系没有，我们的关系是不好，因为你的关系我们变得比较好了，因为会去打牌，不然我不打牌，可是我会去他家的客厅玩，新世界嘛，那个时候还是新世界嘛，哎，我越想越怪，那个时候你还是 KC 娱乐，然后你站 KC 那边嘛，不要啦，这视讯感觉好像在审问犯人哦，干这样子很过分的，不要啦。没有，我们就是聊一下天嘛。那我们也很久没有好好聊一下，因为他每次都一直跟我讲说什么男女朋友就是要好好聊天啊。对啊，每天都要有一个。后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嘛。你在 K 线那边发生一点事嘛？就在那个时间点，你还记得你那个时候一直说桃园帮的人真的都很棒，所以我也因为你的关系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桃园帮就是海底捞。哦、对，没错。台北的嘛，那个时候大家也都到了嘛，所以我因为这个关系那一天正式认识了桃园帮。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很，是不是你以为很好？不是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很久以前，那个没有很久，我们在一起都还没三年。我们第一次去吃海底捞是刚在一起没多久，可是我们在一起都还没三年。可是我知道的情报是他们三年前就不好了，那时间线你要好好的解释清楚，可能在铺陈，但是没有不好。铺陈是怎样？就是他很内心里有一个种子，但是没有到不喜欢对方的那一种。那我只能说你可能真的不太会看人。正好吵架中午一起有关的这些人都是因为你的关系才认识的。大家看那个警匪片的时候有没有看过，警察在把所有的嫌疑犯的照片全部都贴在一个面板上的时候，会有画很多线指着某一个人。我刚才就是这个画面，然后全部最后面都指向你，我才来问你说干不对，所有的线最后面一定有你这一条线，而且是你开始的。
干这个局布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一直没有拼起来，原来最后面的一块版图是你啊！哎呦，好可怕啊，真的好可怕，细思极恐，真的。可是你的个性感觉不会特别去关心这种事，不会去关心朋友这种事，感觉朋友对你来说不是比较首要的。应该是这样讲，我觉得朋友可能跟什么事业比啊，或者是跟爱情比，跟家人比。当然是排在比较后面，所以就是他是在你的顺位比较后面。对，但他们想要找我聊，他们自己找我聊，因为他们现在是一定是烦恼啊，或者是很不开心。那我问你哦，在这个时间点呢、啊，你会希望他们找你聊吗？因为我发生过事情，我当下我是直接开飞航模式，我是 不想要跟任何人聊，所以我能理解他们的状况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有一段，就是想要留自己。他有人讲了，你都在看恋综，他也没讲错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他们发生事情之后，我就没有在看恋综，我就是真的还在很专心听他们在讲什么。因为你把他们当恋综看？不是，就是 OK。对，等他们自己发酵完，想要找我聊。我讲一件事情哦，你感觉一下有没有？我觉得桃园帮所有的人啊，不太敢让我知道什么事。他们宁愿跟你聊，应该也不会跟我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跟你聊没有意义啊，你只顾着玩游戏啊。不会有任何情绪起伏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是啊，我的话，我的个性啊，真的假的？是吗？不是不是，可是他们如果在跟我聊事情的话，我可能可以给出答案呢、啊，至少是我心中的答案，我不会有哦，看你啊。不会有这种，就是至少我可以知道说，现在我们聊完之后，我有一个明确的方向。聊你是白聊，你就是外来者，还是你们平常在聊的是真的要把我搞倒？没有，好不？哦，不要搞倒我啦，我已经快倒了，你这样被抓到狼不敢跟他聊。不会啊，我觉得拉到我的票很强哎、欸，就是如果你能够把一件事情讲给我听，然后我真的在意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算很好的队友哎、欸，就是我是真的会放心上的，虽然不一定能够解决啦。我真的想一想，我以前那个都真的专打逆风，连少安被 ban， 但我都超努力帮他处理。那时候他应该完全能够感受到他的朋友瞬间消失。那我说事情发现不对劲，你会直接打破他的谎言吗？基本上会吧。我可能会跟他讲说，我觉得这里听起来很不合理，你得解释的很清楚。这个我觉得听不懂的这个部分，我可能就会鬼打墙。然后我可能听完之后还不懂，我就是说你可能得再解释一次，因为我真的没听懂。然后就会一直鬼打墙这个。我被附身了，我昨天中幻术了啦，想怎样？我这一次会比较支持谁哦？那你用支持两个字，他们好像在选举哦，不是这样的吧？我心中有候选狼人吗？这件事情怎样算狼？在你旁边。不是啦，我觉得大家都不是狼啊，是好人在晕而已啊。这谁在搞？难不成是我吗？我在搞，不合理啊！干，如果真的看到他们大和解，你会开心吗？会。那你会觉得这是一出戏吗？如果大和解？如果大和解的话，就算是一出戏。西南开了啊！大家去看西南台，我要去打游戏了，把主战场留给他们，让西南好好聊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要去拯救世界了，各位。